好，我们来录一下新的一个模组，叫 OpenAI 的模组，这个最近很夯哈。那它在我们的扩充模组的最后一个，好，最后一个。那它有三个积木，第一个它需要一个 API key， 第二个你给 AI 的讯息，然后这个是方便 AI 回来的讯息，让你复制到剪贴簿里面去。那这 API key 你自己到 OpenAI 的官网去注册申请就可以，那手续不会很复杂，就请自己去做哈，自己去做，就自己去做。那目前我把 API key 存成这个变数，然后利用文字转语音的方式，你可以让它念出，比方说一个唐诗或者一些你想要它念的东西哈。那它的语法就是你先不要一定要给它精要，然后他会问他话，他会回答你。那我把回答的东西存成一个变数，然后把这个变数一序念出来。好，我们来执行看看，看他回答是什么。好，那允许啊，这边会问你要不要复制到剪贴簿，允许哈。好，这样子来说，它的 AI 回答并没有非常正确哦，哈，这是 AI 的回答。实际上，唐诗枫桥夜泊来说，它应该是四句而已哈，四句了而已。那我们要复制起来了，那我们回来这个剪贴簿，它的答案我们是不是有被？复制起来有哈，他的回答我们就把它复制起来，这样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积木来做我们的好这样子的 AI 的使用，看会用到这些东西哈，用到这些东西。